番，这学期有两种套餐可以选择。6500的是辣炖猪排骨，4500的我也不知道是啥，哈哈。不愧是开学了，人真都变多了。这边是6500取餐的口，那边是4500取餐的口。同样的付款方式，先拿一碗大米饭，再来个蘑菇的小菜，这个好像大蒜，看起来香喷喷，好像不错。就为了的泡菜加一点，真的就一点点，但我还没吃。再加一点我最爱的黄萝卜，它真的酸甜脆爽。通心粉沙拉 say no。 我选的是6500的套餐，里面就有这种辣炖猪肉，还有金菇、洋葱、胡萝卜、土豆，然后小菜是一个蘑菇，这是我家的小菜，然后一碗米饭。准备刚刚两号。新学期的食堂阿姨真的好给力，给了好多肉，全都是肉。这个蘑菇没有什么味道，就是单纯的蘑菇味。最后食物垃圾倒掉放上。Later。 今天4500是炸虾鸡蛋饭，6500是醒酒鸡骨汤，要分4500套餐。今天有两个大虾5500。小菜。热乎乎的大酱豆腐汤。今天我选的也是4500的套餐，是炸虾鸡蛋菜饭。它这个就是拌起来应该会很香，上面还有种紫菜。我朋友点的是6500的醒酒汤，然后它这一份套餐里面有蘑菇，还有这种豆腐汤。这个虾真的好酥脆啊，比我那天吃的还要脆。这个小蘑菇也很好。什么天气呀、啊？天哪！一上学就下雨。早上6点睡来，上10点半的照明课，我是好学生。今天4500的是肉丸饭和油豆腐汤，6500是砂锅炖鸡块。6500好吃，我吃6500。这个好像鸡排，拿一个。再拿一个鸡蛋糕。米饭夹一。这边是6500的，那边是4500的。4500的肉丸饭看着也不错，很畅想。分你一个养乐多，加一点点黄萝卜和泡菜。今天我依旧点的是6500的套餐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吃。这个肉是那种猪排骨吧，然后里面有胡萝卜，然后它整体味道是有一点点酸，然后应该是泡菜，然后有一点点辣，然后是一个鸡蛋糕，还有两块鸡排。这个养乐多是我自己带的。今天的这个食堂的阿嫂姐给了很多肉，这个是鸡腿，这个鸡蛋糕也是那种很嫩很滑的口感。更正一下，这个不是鸡排，它是那种甜甜的芋泥的那种吃的，然后里面是玉米粒儿。